大姐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那个人想杀掉龙凤仙呢。谁啊？不是刚刚那辆车吗？是崔警官，那个洋气男妹妹的老公。知道我什么时候最感激你吗？我同学到我餐厅来的时候，我有点失去理智，但是不厌其烦一直来找我说话的你却带给我安慰。那个不是我，我其实看得见鬼，曾经有个鬼在我的身体里，血府喜欢上的那个人其实是被鬼附身的那个我，而不是现在的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我的鬼神君，东森戏剧台。